有了此图，我们便可提前部署，蜀中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了。不过少主公，你早查到这堪舆图藏在万府何处，自己去便是。为何还要费这周章，还平白欠程四娘子一个人情？少主公是觉得，若让我们给搜出来，那万将军便得担上藏匿堪舆图的罪名。但倘若是让万老夫人借程四娘子的手，将图赠与我们，那。 便是另一回事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。圣上仁慈宽厚，依然觉得此事是一个误会，打算先吸取。圣上此举，怕是蜀中那些人要有所警觉了。若他们自此收敛，不敢有下一步动作，那我们想要抓住他们的把柄，便难多了呀。 你我知晓圣上西巡，是为了敲打阵势，可那些做贼心虚之人就不一定了。若是使他们觉得圣上西巡是要对他们动手，那他们会怎么做？狗急跳墙，先下手为强呗。嗯，少主公，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？自然是关门打狗。 先让他们急起来！有贼！快抓贼啊！抓贼啊！快抓贼啊！世子，全都搜过，奈何贼人身手太快，我们未能追上啊！废物！那个小贼都抓不住，要你们有何用？世子，已经查清楚了，府内没有丢失什么重要证物。世子，不好了，世子！ 世子不好了，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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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曼，你把石头捋直了。是灵将军带着黑甲卫把咱们给围了。